原标题：一苏联士兵强占八名日本女俘虏，19年后带81人自首，被判刑12年。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，打仗就会出现战俘，很多时候男战俘一般都会成为苦力，帮助战胜方修路、运物资、搞建设等等。而女俘虏的话就比较惨了，一般都会遭受非人的对待，最后凄惨的死去。二战时